我们先来看道德的复习三。Are they doing the right thing? Match. 他们做的对吗？连一连。还有给 right, wrong, 对不对？最后呢，把那个图片呢，连字这个对或者是不对的字。第一个小朋友们，三个小朋友，他们在公园里呢，他们在捡垃圾。之后呢，他们把垃圾呢丢进个塑料袋，然后呢就丢进垃圾桶里面。所以我们做法是正确的，所以呢我们把它画去 right 还有对。 OK， 第二个小朋友他要踩公园的花，然后他的两个朋友告诉他说不能够这样做，可是他是坚持要采摘那个花朵，所以他的做法呢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就画线去不对。接着下来这个小女孩这小朋友他把垃圾呢随地乱丢，所以他的做法也是不对的，应该要把垃圾呢丢进垃圾桶里面，而不是随地乱丢，做法是不对。好，最后一个，这个陌生叔叔呢，在跟他搭讪，跟他要说话，然后这个小朋友马上拒绝，他不要理会他，所以他的做法是正确的，所以画线去 right 还有对。